各位上帝神，太上学生论文现在讲到第七十页，第七十页，也是在那个解释分的第三段，分别法器图像当中有三段，第一是说明信神修法行，先讲信神修，然后讲法行。发心当中啊，两位前面是有两团关于发心的意义讲台，现在第三团了，是发心之一，说明发心的利益有两团，第一证明深业，详细说明这个发心的利益两双是讲台，现在是第一先退不退，提起十二个总结，可盼讲先退不退，先是先是说明个意思。讲在那个一万家修行信心当中啊，太子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常中途我有退转的情形，就是退；一种是从开始到究竟完全不会退失。那就是不退，所以由于退与不退两种的情况，两位需要说明。先讲第一种，前说有退，前靠方便，为了适应一类众生的境界，讲在那个实心行的修行当中啊，一万家忙神修以前，我有退转的情形，所以。论文就引证这个佛经上讲的法讲，以修多罗中，佛说有推脱恶趣者，回起失推，贪为初学菩萨，为业真慧，以害胎者，从不令彼用门故，也说明推个原因，以是请教按照太上高典的经论上讲，修道了就是经，太上经典上有道有案来讲，佛是不一定的意思，或者太上经上有案来讲吧，在这个修行信心当中啊，也有推识的，多推的，甚至严重到多推错恶业吹到三恶趣的，有两种讲法，太体。两种讲法吧，虽然讲严重多，有人会推出错恶业，也就吹了三恶托恶气，就是听用我国学生的三恶托。讲两种说法，经文上的用意，唔系讲话修行信心，虽然慢慢一万家，他唔系一天会推，纵然推，也未必会推出来。三恶托的严重的所在，他既然不是一天不退，怎么他讲这个话呢？贪为初学菩萨，也是为之有一类啊，初发心学菩萨托的菩萨，盲业真慧，慧业真慧，什么叫真慧呢？实心满就是真慧，等出处了，经过一晚讲，实心满了，他就业真慧。就是已经实心满心正业处处，该按照你真位。满有实心满心，满有正业处处以前，就为着为你真位。你看众人呐，有的众生精神下乱，修到中间呐，我有害胎，难脱什么神气了。就是讲话，讲怕有人修到中间，害胎什么神气呀？想讲话。菩萨多难修，因此神恨他害太心，那么对了一种中间的神气害太心的中下见性菩萨，经论上讲的话，有四了一类人是给地后讲，恐怖啊，是给地后讲，讲嘛个呢？讲你忙有修到十心满心嘛，还有危险吗？嘛该危险呢？我推转。他讲枪推是这个解围，不会吹了，他很
冇乜嘅太要紧，可是严重到甚至有推荐去做行业，去到什么托嘅哟？用按你嘅法，容易啊变成嘅海胎众生，全部自己会讲才是啊，自己会讲讲话，家庭唔认真，唔达标，唔前进，海胎什么事？恐怕我有对视的情况啊！要是你两类海胎的精神，是己能够生于勇猛前进的心，所以临比勇猛故，临是临是临呀！海胎精神的众生，本是出强，强光发挥吹浪啊！所以是己能够勇猛前进，勇进一步大变，唔敢海胎，就是前进啊！猛是猛力 ，keep 大兵的心情呐、啊，来向前努力进修，莫被推迟。在一般经论的讲法，修持信心啊，在体力信心未以前，未有退。体力未，修持的体力未，体力信心未有退的时间，未有退。那前面讲过，像沙利佛、王家行菩萨他。都体育信心会推转的情形、但是纵然推转了不会吹到什么托，不会吹到天庸的鬼肉身，人人在那边呢，他从初心修行开始多了体育心，在这个中间的修行的功夫啊，他都不会做到什么托的压、不会做天庸的鬼肉身什么托的压，当然就某个人、不会有按你的过啊，所以众人推转呢、只是推转做次要换做上文人啊，就只求次要，哎呦众生安难吐哦，俺不敢想要吐众生哦，俺难讲先吐俺去干啥操，大不了去干修行求团饭了，把坚持费团了，关键求什么家这种情况是有，讲推了都严重都吹了三木头，应当是不会啊，这个啊盲有法初心以前，非常初心初法推迟，该就有可能该会推迟的该时间，根本是等于反复啊，还盲有逆心啊，刚才你讲初法心推迟，该推迟根本也是反复，还盲有逆心位，如果是修到体六心行为纵然推推也就推在逆身，上文人讲不会吹到什么托，也都不是出讲，下面听一套呢，讲实际上不会推，实际不会推给人家啊，所以讲实在不推，实际上不会推的。罗文讲，有是菩萨一发心后，眼里强压，毕竟不会脱离身体。要问无量无边恶神地界穷苦难行，乃得涅槃，亦不强压。以心地一切法从本意来吃涅盘故，两日论人一天不会推转，纵然六心茫茫几也不会推转，人人在那边呢有没有去沉溺太深的道理，沉沉了解自由的真理实性啊，讲众生本来就欺骗涅盘的功德啊，只是还忙有修正道听听，所以有一类的菩萨啊，讲有含有南无一类的发心的菩萨，一旦发菩提心以后，勇猛前进，愿力强弱，愿力强弱就是对前面的未推是个海胎情况，因为海胎怎么推？一类菩萨勇猛前进，强推强，推强的原因就是恐怖啊，害怕。像个哎呦，众生安难度，俺唔敢想咯，就推测。若破心迷若，发个菩提心去迷若，唔坚固。那么你个推测与迷若嘅心理啊，你系类勇猛前进嘅菩萨，自然人哋你系类嘅心理。反多上来简单讲，佢唔会有强弱嘅心。对菩萨他再难行，佢唔会推，佢唔会讲，这毕竟不会脱离身体，他一天究竟他不是讲，不会是会怕，他不会讲，不会讲讲会吹落身体身体，什么人讲啊？
日日天天吃香菩萨汤都顺佛，就不会讲讲水浪人身体，也没几次讲让李巧娘用门前进的缘故。两种用门前进的菩萨，其中人谈其他的高理香港讲小行从发心到顺佛，而经过无数量无边之暗多的恶神地界，恶神地就是无数，经过无量无边无数的太极，按照小行穷苦而清穷乐，不会畏苦，感恩受苦，难行苦险啊都能去行，难行难行人做不多的技能做得多啊，按你小才能够真到究竟佛果的涅槃，乃定涅槃。像按你经过无量无边界去穷乐去软苦，难行难行，按你小才能够真到佛果的涅槃。自然不会强弱，亦不强弱，自然不会强，也不会弄弱，自用门前进，你就是给到千万一样，不是强啊。以心理一切法从本意来生涯盘过，也说明他不会强的原因，因为他一发心对他太深的教理也彻底明白，相信一切法，明白一切法，第一就是彻底明白。第一，一切法众生本来起就该属性功德，从本意来众生就起皮佛果的涅槃的功德，就是啊，为之痴心倾向涅槃。那个痴心倾向涅槃，众生本来起就啊，只是努力修正就会正道。所以两种人啊，既不会讲讲推转。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个好福的人打电话。同我讲，讲啊，有一个地方，这个有一本书说明啊，讲修行不是讲难清净，讲爱真阿罗汉果啊，清净的人七年就真得到，下慢的七年也会真得到。啊，讲你讲啊，修熟顺果啊，吼，佛法无熟顺果，你听爱世界的见识烦恼团处，将能叫真阿罗汉果，将能叫出三界。唔系论几多年几多年，七年，廿七太升高点吼，根本看唔到安尼嘅法。就是上文化中也唔曾看过，讲话小学七年真阿罗汉果，佢除了沙利佛，佛差是沙利佛，七年真果唔会错。可是你一定要过去救援小学嘅经过啊，所以其精神中人七年真果，但过去造成多劫以来。所修改啊，佮算出来啊，亲家佮除了沙利佛以外，目前连十五年真阿罗汉果，其他的呀，讲话七十年熟真根，那总是佛差事是有研究，往往都是修过几年几，甚至一生，将真到成果的都有。那么到底还没法时态，讲话修行七年就真阿罗汉果啊，或者第三个。再讲慢慢七年就真果，我讲我唔相信你嘅动画，那个好夫人唔会求关键真果。啊，老实讲啊，菩萨道就是搞人做人嘅方法。你一望望神佛国，神神世世做人，就做菩萨道安尼去做，一个国家就倾向当人，一个人民就全部都是啊纯善无恶。所以言之之故呢，唔谈出讲啊关键真果佛法。魔术顺可一天爱神超福过福慧念人，爱多福慧念人，福德智慧的庄严完全起飞了，真能叫真果。所以好佛莫谈价真果，谈见神佛跟没必要的，反正你就照佛所讲的话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做，就算是去做啊，等到供养过满，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会真果，多个时间你不想真果，自然会真果。所以没过度的贪求，过度的贪求啊，极容易生起魔见。所以这一点都要特别注意啊。不过是天花中讲的这本书啊，我没看过啊，因为现在一方面自己也没出外啊，一方面也视力也不好，现在的书啊，它的思路是我也不会想看。我也没必要看，因为我不会谈求说，千年真果也是千年真果，
基本上冇事要。咪好过超过半世纪，感觉到平淡无奇，啊，平淡无奇，平平常常。人家按理说，也就是佛法，佛法本来就是按理，用不着啊祈求，讲哦得到神通哦，得到某个太作用哦，跟冇事要，即容易苍茫。所以你啊，就是上面讲话，有推有唔会推。眼睛就是主要你的发心的功力，发心的力量强，不会推升，不是讲推升。你发心力量明了，那就难免。所以只要你对于这个说法的菩提心啊，努力精进，不会有推升的情形。论文都在为止，就是第一堂信神修发心讲的，这是第一种的发心，信神修发心。论菩萨解位啊。就从初发菩提心到真入初处啊，到实处，就是实心实处，你还是说给心神修发心。下面第二是戒行发心，戒行发心嘛，那实际上就是已经到十行十回向的菩萨啊，三贤位哈，十处以后十行十回向的菩萨，即发个心。他当然必须前面的信神修法行为要熟身的多了，所以下面论文一开始两句总讲戒行法行者当地转身。所以为什么戒行法行呢？戒是彻底了解胎生佛法啊，能在胎生佛法的菩萨道中修满十行，乃至进一步到十回向，按照戒行法行。说你这个行法行必须前面的信神修法行来跟他属身的道养家亲道，所以当地属身应当而地比前面的信神修法行要转家属身的道，转身辗转必高起来，必须前面信神修法行要属身感成道。要蛮讲属身呢，已是菩萨从初真心以来以天意而成地将，将用满故。因为到了这一行，这一行发什么菩萨了哈？以天意而成地将的修行，将会满了。以造因是讲，因为你啊，以累计这一行发心的菩萨，从初发心真心菩萨他修行以来，到现在，天意该而成地将，天意太无足将，将会满了。用满讲将会满呢？周期心论的说法，从初发心到成就不讲，要经过三胎五神地界。来讲你啊，三胎五神地界就是土场，路途安长了。比如讲，几多百里发发经讲的五百有损啊，有安长的路场。那么你要安长的路场呢，从初发心修菩萨到开始，我一直都十回向满，三贤位哈。十心以后，三眼为十出十行十回向，十回向满了，求体二神地界满，体该解脱了哈，体该二神地界满了，从初体还一体开始，初体到体八体，我到天一该二神地界，天一该二神地界的时间修行，从初体到体八体，体九体以上也是都成佛，该体三该二神地界。第三个五神地界才第九梯第十梯定觉，定觉的时间哈，这个福慧满了，三地修福慧满了，还有很多百劫中相合，一百劫的时间中相合缘，三生一相不是中和的相合缘，所以啊，第三五神地界是第九梯第十梯定觉，也三个解为第三个五神地界。现在跟行法什么根据呢？几多两位啊？体育二神地界将会满了，所以必须前面的信神修法行转加属身的道啊，因为其对于这个真义的法性的脱离本有个自信，以真义法中成在现前所修理想啊，因为这个这行法行就是十行十回向的菩萨，其对于真义自信的妙法在这个当中呢，深深能够了解，而且境界已经将军出真的现前的境界啊，这个深界现前，
深深体在真理发现的道理啊，你啊个真理时时在自己啊一个心地上坚强啊，已经将军能够破无明的境界了。因此，你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你在修行的时间，所修理想不会错向，所修理想，像我们凡夫修行哈，出行不能理想，比如讲。人不要技术在无奈人做技术不会前进，无可能人做不做修行，该是无理想啊。那这么你拜几多拜修几多行，读个几个数目师几个时间，该就是无理想，还在这个错向修行当中。但是除非现在菩萨不可能不错这个法相，无错这个法相啊，不会修行，不会前进。我系挨无意结交嗰段时间，咪有限抽烟，喺啱嘅想法跟住咯。老实讲，根本就做冇烟啦。啊，有限抽烟，原来就时间有限咧，限你叫大妄想，限你所嘅大妄想，叫咩我都冇限。所以而家凡夫修学方法，冇固定一个方式嗬，来熟悉自己抽烟，唔会前进。有一太子讲，持名烟火嘅人，只要把数足机嗬啊。在基础模式营业二十多万几多钱去干天下功课，日日做做。在天时间啊，营业二十多时间任务，这个时间日日做做，救一救自己就会顺手。所以在凡夫修行的时间，很不可能理想。那当然了，到了十行为菩萨，十回向为菩萨，他哪会出相呢？他已经破法相，所以他不会出相，所以所修理想。他真正修行的时间，都能远离这个畜生的观念，完全能够理想修行啊！莫忘记了，他已经是十初以后，十行十回向，十行十回向菩萨去修行，才能够真正理想。哎，我们有多个长度，唔好讲啊，谈出了个高个境界，还做唔到，哎，还是要脚踏实地啊，按部就班努力前进。因为佮出行相都常常要慢，所以修法都理想。两般理想呢，下面说明就修六土的理想的方式。以地方性体悟跟谈故，随顺修行谈波罗蜜，也是修布施土。谈印度话谈呐，梵神中国话就是是布施啊。菩萨修六土体也就是修布施土。他真正修布施土的时间，因为他提的法性本来没跟他布施就土跟他嘛，但是多了十行为十回向为菩萨，他落座就没了个跟他心了，他提法性本来就没了个跟他心，真意之心哪里有跟他呢？所以法性本来没跟他，法性的当地本来没跟他的缘故，他随顺众生突发众生的因缘修行的布施波罗蜜，所以他在修布施土的时间呢、啊，能够远离这个跟谈相，根本就没谈相好的，只是为度众生去修行布施土啊。以地法性无量，离五欲过故，随顺修行四波罗蜜。十是十罗，凡尘中国话就是戒，就是持戒土。他第一代法性本来清净无量，念是念无。真意之心本来无染污，远离五欲的过犯。五欲不讲财色名食睡，不讲是色声香味触。发心本来无了个五欲的观念，两个过犯早都远离了。所以他只是随顺佛法，佛之的戒法，应当要受持的缘故，所以修行这个持戒土，四波罗蜜就是持戒土。以地发心无苦。离尘恼故，随顺修行三体波罗蜜。三体就是忍辱，忍辱土。发心本来无苦，发心本来远离尘嗔恼怒，发心本来清净庄严，无两头事情。所以他的那个脱离，他真的那个脱离的缘故，所以随顺菩萨土，应当修行忍辱土。所以修行三体波罗蜜，修忍辱土。那只是随顺菩萨托应当按来修，但其意见啊，唔会像做法什么人用软弱来吐真恨啊，
金门圆肉兔整天用意就是修菩萨他圆肉兔突发众生是要做干的。以理发心无神形象厉害太过随顺修行比理业婆罗门也是紧紧兔整以发心神相不可得形象也不可得整以自心上无神形象魔神形象所以几样厉害胎有神地将会有害胎几都已经魔神地的现象所以就魔力的害胎型啊所以今天随顺菩萨托修行毗梨叶婆罗门毗梨叶翻译中国话就是紧进突紧进啊努力紧进修好菩萨托也是顺法性以修没有做对此啊以理法性上听体无乱故随顺修行三波罗门因为他提的法性本来上差天中所以说那些上差天、啊、无有不天使整也法性本来上性上天这个当地本来就无乱相所以他随顺法性修行行列的三波罗门三天、啊、印度法三那凡圣中国法按照亲历啊亲以能力就是有听有会啊你随顺法性修三天啊不会对此三乱因为你落座就没三乱以理法性体明理无明故随顺修行八戒婆罗门法性本来当地就是智慧光明让你这个无明啊众人众生有无明啊但是无明不能分合在法性中都是让你的所以让你无明的缘故只能随顺修行八戒婆罗门所以无明对他不会神奇作用因为多了十回向位以后进一步等出体啊就要破无明正法神了所以无明只是他所破啊他正法心为他所证啊因此之故呢随顺法性修行就婆罗门上面讲戒行法行讲菩萨托了戒菩萨托应当按你行顺着菩萨托的原理按你修行啊所以唐香 TV 的菩萨几个修行然后你出发行呢已经完全没重要已经完全能够随顺法性啊众生出发行嘛还不能随顺法性要求真法性的七大名牌然后将能够经验上面讲戒行法行接下一个论文讲真法性真果也从混真到满真也就是包含初体以上都是体等果满真就是佛果所以真法性嘛有两团体一名混真体二名满真满真就是佛果混真从初体都等果混真的文是混两团第一名所真说明讲话所真的那个分真的脱离然后说明第二啊名形象先名那个分真的所真的原理有两团第一名真体第二名喜用所真法性的离体然后一体喜用的境界先告明真体真法行者穷强行体乃至菩萨究竟体说明真法行的解脱那么按照真法行呢真是破无明真法身分破无明分真法身就是初体菩萨开始穷强行体强行体就是初体是不是体个体也按照环境体两位按照强行体起心论要慢慢按照强行体呢因为真的初体菩萨了行体上开始请枪啊行体上插在开始请枪因为他已经破一分无明了啊已经真的一分法身了所以这样按照强行体乃至六体天一体一直到体十体乃至菩萨究竟体菩萨究竟的体位呢就是等高菩萨究竟体就是等高那么你啊就是真法行嘛
纯真的范围包含到初体到定觉，初体到实体到定觉，这个结位都是属于一个纯真的结位啊。那么所证的境界用不修学，那你休息一段时间了，将来继续说明啊。正好境界稍微整理以一转世说为境界，以此真假无有境界为真以智，名为法身。也说明纯真的菩萨所证的法性的离体，关于真道某个境界呢，就是真道真义啊。正好境界就是家庭讲有你阿弥陀，那初地菩萨以上是真道某个境界，因为解释讲就是真道真义之心，本有个真义之心，也该发生离体，即已经纯真一分啊。要慢慢按到境界呢，也随顺世间的。含有转世的反复啊，乃至盲有完全转成为智慧的菩萨，对其说明讲，因为以众生的转世说为境界，转变所谓三能变啊，比如从就是提拔欧拉耶识，然后转提起识，然后转前六识，所以有两个众生的实心。方便讲很多境界，讲所证的境界。初地以上的菩萨所证的呢，无有境界，实际上没有个境界的名相好的。那既然没有境界，什么个东西为证真义啊？单单真义的智慧，所以为真义智慧所证啊。那就很多法身，名为法身，所以初地以上。按照破无明真法身，所以呢，所证的境界就是给本有的法身离体呀，证到一分了，慢慢参证，无明相亲。呀，要所证提高，所一个用，就是讲初地菩萨的胎用，是菩萨以一念天能知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向转法轮，为未开脱利益众生。不以文字，是菩萨就是等地以上的菩萨啊，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一念之间，短短的时间，就能够走遍到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无生一个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到啊，无一，就是讲没有一家地方就没多的了，通通都能同时走遍。这个就是个做什么的呢？去供养佛，法门有佛的所在。去供养佛，还有佛祖祖长神丘真告，给这位强佛转法轮啊，给单单为了要开脱利益所教化的众生来啊，做了个啊行菩萨陀的事业，多了初地以上的菩萨，给说法嘛，都从这个真义之心上流露出来啊，这个不义文思，文思啊就是现实法义跟。啊，一个经文，多了初地以上的菩萨，其说法不是一文字，从其真义本心所形成的境界上，因众生的境界因其而说。那么由此可以反多转来证明讲，你盲有真道初地以前根源，纵然是三贤位的菩萨，说法都含而宇宙佛所说的警告，按你求了解。初地以上的菩萨既不是看文字啊，可以从其心中真正的发生离体，从自信中流露出来的法，应其说法，不是用文字。那么按你反多讲来讲，满有正道初地以前，三贤位的菩萨，都含是有宇宙佛所说的法的文字和上告，来按照佛所说的圣言量啊。来做标准来说法，所以由此可定啊，呢初学的凡夫啊，不能离开经文，离开佛的圣言量，没办法说法。喺凭自家的意识去讲啊，恐怕会发生错误，而且错误自家还唔知的，所以
多厉害，尤其像这个办法时代，研究高利啊，必定要以新年量做标准。啊，从翻译过来的泰森高点，以附所学的法来做标准，不能拿人讲的法做标准。所以往往用一个，哎，没有法是用人文讲哦，没有法是用人文讲哦，不管怎样文讲，只讲的法，你拿身高量检点，拿来比对一下，看底部有按你的法吗？嘿有，咱可以相信。如果嘿无，那是几个概念的讲法，不能做标准，所以应当依法不依人。依照佛所说的法语做标准，不能依人讲法。众人物的睇法是个人睇的讲的法，来独爱拿圣人量来自己认真讲，因为不健康有按理讲，我哋咱可以相信。如果希望，我哋就不能接受。非是朝天所信真觉，以为强弱众神故。非常呢，就可以实现一体超过一体，亲家就成佛。也就是讲，真到初天以后，就可以一超到八天。所以连结经讲，初天即为八，无所有何处。既能够一超超到第八天乃至第十天，亲家就到神佛的前面。做么个按来做呢？为了这条海胎浓药推却的众神啊，用按来的方式来激发结果。你看，那亲家就求神佛呢，你何必海胎？何必怕？何必强药呢？也是坚持的海胎众神用按来的方式来开脱结啊。实际上还是要做顺序的。不像我以无量恶神地甲当神佛陀，以为海曼众神故啊。有的海胎啊，一个海胎的众神非常疲劳满重，那么菩萨就对他讲话，来哦，经过无量恶神地甲修行，怎能够成就佛陀呢？那么也就是经这个海胎众神，讲你按你海胎耳朵那就那么成就啊，而无量叫修行，那你要努力精进。除去了个海曼心，按理上能够成就，所以你就坚持海太傲慢的众神，讲话要经过无量劫修行，能是已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讲等地以上的菩萨，只能就用种种前靠方便，已是知法子，是上面所讲的，非假实现境界成佛，非假实现要经过无量劫，你看都是以前靠方便了。引导无量无数的方便来引导这个初发心的人，使众神能够去用佛法。这种的境界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要用心里想不出来，所以为什么不可思议。以是菩萨众心平等，发心则等。我实际上菩萨一旦发菩提心，这个众心都是属于已经是真天性这个善行都是菩萨托的发菩提心的善行，这都是平等，并无差别。所以他发的菩提心都是相等，太个平等，没个差别。所证一等，等菩提以上所证的法身太个都是共用，都是平等，并无差别。所以说无有超过之法，没有某个特殊超过的方法，现是无所选择了。一天呢，按部就班，像上流太阳哎，一步一步上来。要么讲呢，以一切菩萨接近三无生地界，这个三无生地界为起心论再三说明的法义。讲修行从初发心开始，一直到成佛，必定要经过三态无生地界。那么这个三态无生地界，它可能就是指这个从发心到成佛的路途啊。土场的树木比如讲话法华经所讲的五百油笋，这就是树木师像五百油笋按样而且九样多的看你的功力行得加当然就快多，行得慢当然就慢多所以从法行多神佛一天都经过三无神地甲，无神地是无数，三个无数甲一个无数是有数的无数呢，凡人间十太数之一，就是个凡夫一生算不出来的数目是按照无数，太菩萨都可以抵得那个数目是。
那么必定要经过三太和尚的家长能够成就佛果，那么你还是路途的长途一定的安宁，那你行家行吗？那是看你的功夫了。探水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仅有心机，故事所行啊也有差别，也就是说明过你行个讲慢成就走慢有两个差别。但是呢因为随顺众生的以及所处的世界环境各种不重要，不同就是不重要啦。所见的所闻的所修的也有各种不重要的情况，这个善行这个傲欲这个修行种种都有差异，一就是不同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千差万别的情况，因此只顾事先所修的行门呢、也有差别，也就是说有讲有慢，有快有慢啊，也有容易也有难，各种的差别上都有。上面就是说明明所证，说明所证的境界，下面听你啊明心相，说明出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心中的现象，心地上面的现象啊。论文讲又是菩萨发心相者，有三种心迷色之相，又含有讲这个等地以上的菩萨，说明其所发的菩提心相有三种迷色的现象啊。那三种呢云何为三？那三种，一者真心无分别故，产生诸法真理之心的形体，并无差别，没有分别，不起分别，所以只有真心无分别的真心。二者方便心，次元变行利益众生故，为了要度化众生，有天高方便，天高方便的心嘛，就次次人人随顺众生，主便利益行仪，使众生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啊。这就是菩萨的方便心。三者念是心，迷色虚灭故，盲神佛以前含有色，色跟迷色的情况还存在。一个念色就是讲相反不会错念的，这种的念色的功用啊，多了菩萨虽然不会错念，可是给这个念色的心量含有存在的迷色的所在啊，所以含有迷色的神虚灭除。这种的差别相就是满游在菩提树下顿断无明以前都含有两个念识心啊，切迷色跟念识心有神迹有虚灭啊。上面就是说明那个分证，下面听你啊说明满证。满证就是神佛了，满证有两派，替你证明听你信你。证明就是说明讲法，究竟神修真高啊，最后神佛，神佛的现象。又是菩萨功德神满，以色究竟出是一切世间最高太神，为以一念相应非无明顿清免一切种子，此言已有不死因呀，能先是房利益众生，让明究竟神佛。现在两位所讲的神佛哈，没在人间的菩提树下，讲出十九金田，怎么还会讲到十九金田去呢？也叫报神高，报神佛，也没在那个人间啊，人的福德天炮，只能见怨神，报神不会出来会出现，纵然出现众生也看不到，得受用不到，所以神修佛果的时间。应神施现在人间，报神在十九金田上成就啊。所以两个菩萨功德神满了，功德神满就是佛慧具足，福德也圆满，智慧也圆满，很多两足尊啊。那么这个报神呢，才两个十九金出成就，十九金就是十九金田，十九金田就是世界最高的神田啊。世界最高的成天，体系什么最高的成天？根本就是九金天。该位的地方啊，都是三个圣人那个所在。那么报神佛陀的位出现呢，既能引发世界天上的相当一个福德圆满的菩萨陀的人得到抒发，所以在十九金处
是一切世间罪过太深。一切世间罪过太深呢，就是《法严经》讲的浅创鲁沙那身，浅创鲁沙那身，讲浅创啊，也是一个太快。那么一切世究竟天呢，神量非常高，这个太啊，在一切世间当中实现出最高最太的身体啊，才是究竟天能报神神救。为以阴阳相应非为这些的真果的情况，和阴阳相应的智慧，才将要成佛的时间，最后阴阳老了的究竟的不知真果的智慧相应，所有的迷色无明顿时断尽，所谓神相无明，跟迷色的无明顿时断尽了，都干哈神就不搞所得的智慧，按照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啊，包含根本智并差别智在内，一切是种，种因，种子一切法，该就是种，就是指空的当体啊，究竟空之就是一切，种是种类差别相，万事万物的差别相就是种，所以一切种子啊，心要按照一切相之，相貌的相，跟一切相之，相就是现象啊，千差万别的现象，不了了能够明白。所以灵岩经讲啊，乃至很少给我一点旨意，不都提了几个意，几个点数多少？讲天上落雨下来的时间，很多啥说无量世界同时落雨，那么给落雨下个雨有几多点？点数有几多？数目是几多？不都提的啊？所以该就是说明佛的差别之啊，种子就是差别之啊，无论是根本之差别之该不后的之，同时顿时提交，该就按照一切种子的不搞。此言以有不是阴阳，神求不搞此言以言阴运，能够有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求你的怎样？样通胀，突发众生的通胀，神求不搞有种种的表现。能现是妨啊利益众生，即能够周边实现在是妨世间来利益一切众生，也是真说明神修复过满真的境界。下面有因为有你们需要解释，所以听一是信念，信念有两种，第一是一切种子人，一切种子的你们，第二是因缘利人人。讲要慢慢按照一切种子的你们呢，前面讲一切种子两位有人众怕，因为讲佛果上本来就是究竟空性，用唯有有一切种子生意来给你们，所以下面全三行文字就是你们词。问言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于是境界也不可分拆，难敌难解。要无明团，无有心相，云何能了一切种子？上面讲神修复果啊，境界虽然千差万别的不可思议，可是也当地之空啊，空相底不内含有一个差别相，主要的意义所在为虚空无边，你看那个太虚空无穷无尽，因为虚空无边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也就无边。清凉十方虚空之中有无量世界，所以世界也就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有世界就有众生，世界是一波，众生是真波。世界既然无边，众生当然也就无边啊，所以说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众生既然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的心理作用，其所行的通照，所有的现象千差万别，也是无量无边。意识境界不可分拆，像这样的众生的差别境界不可能去分别去扯汗，敌的几况究竟情况几多？实际上难敌难解，
困难明白难的，困难了解，神就佛讲，一旦无明已经团住了，无明团住，业识就消除，业识消除就没现象，心理的现象就已经没了，心理的现象没就不用用想，没去想了，既然没这个想象，怎样把能够了解地的一切法的一切种子呢？因为讲无没这个想的作用啊，让办法抵得一切法的一切种子的脱离，让办法能够体会得到，也就是你们。答一，一切境界本来一心呢，利益相应，以众生往间境界故，心有分散，以往昔相应，不称法心，故不能戒掉。讲讲不能了地的原因是众生啊，佛果不会不能了地。他佛的意思讲，一切境界本来不离当下一念心。你上面所讲的千差万别的境界，就在佛果的一念心中同时具足。本来的一念心就远离一切的相应，无相应，无那个世间众生的事的想象，心的喜念。都没安那个事情啊，因为众生将有妄见境界，众生有妄，所以见到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都是希望不实，那么众生将会看到这个希望不实的境界啊，所以看起来人人有分色，哦，两个极多，两个极多有分色相，因为妄喜相应，老法心不能相称啊。这个心中所起的想念嘛，有差别相，有汗料啊，有分尘，所以因此之故呢，不能老那个真意法心完全相成，不成法心就成啊，本来脱气上不成，成是合的意思，老法心不能相合，既老那个真意法心不能相合，所谓有境界的差别相，就不能一起分尘啊。所以不能戒掉，因此之故不能戒听了地啊，也是说众生对于境界不能拆掉的原因，诸佛不能讲话不能拆掉了，所以反过来诸佛以来的现象无所不变，神就不讲既然离众生的人间的作用的想象因为其没事情啊，所以假给佛果的智慧啊，无所不变，某一个地方见不到，因为心真实的缘故，这个心体真真实实能够察真一切法的离体，这是诸法之心，讲这个真实心体，诸佛果的个真实心体远离实心的相应，所以这是诸法的实心察真在心中了了分明。此体现周一切万法，这个此体佛果的身体所行体上所有的现象显现出周有一切万法，世间一切万法有佛之一周了了明白，因为其有太之用无量无边，佛的太智慧的作用无数量无边际，有种种的前靠方便，所以说有太之用啊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概念开始种种方面，事故得名一切种子，因为不能够随众生所应得解的范围，两个众生应当可以了解到两个长途，佛就对于说到两个长途的法，既能随顺众生的根性，都能开拓知识种种佛法的真意，使众生各个能够两处得到明白，事故得名一切种子，因此之故佛果的智慧将会安度一切种子，就是总该空义啊，彻底明白；撇该不空义啊，彻底明白。无论是真是妄，是喜是是，彻底明白。所以将能够应机说法，一一能够要了解明白。也是提倡的你们，这是一切种子你。下面听一种是因缘立成你，因缘平常讲次言的，次言一言。因缘引起众生的见性差别
啊，能够只用到自己得到他神的目的，应用利益众生按那个你们，是吧？佛教班能够应用利益众生，啊，有么呢？要祝福有资源呢，能先一切出利益众生长，一切众生要见起神，要度神变，要闻其说，无不得利呀。有了世间多不能见，也说明讲佛神求真果，只要自然自自然然能够利益众生。可是既然能够自然利益众生，可是世间许多众生都见佛不到，得受用不到，有没有按那个情形呢？所以有么呢？有喊有一个你们讲，善教祝福有自然呢，那个自然呢就是个应用的作用啊。自自然然应急说法有两种的作用，既能够普遍实现在一切处一切地方，能去利益众生啊，去利益众生扎身你素质。讲佛既然有两种的功用，干呢一切众生要见其神，世间所有众生还有看到佛该现象的神，无论运神报神啊，要度神变都是看到非常非常看到佛该神通变化，要闻其说非常谈到佛说法，无不得利，应当没有一个不能得利益的，该该都会得利益。任何世间都不能见呢，也是你们跟样办世间人真多也见佛不多，非常见到没得受用，非常谈法不能得益，还没有按那个情况啊发生两种疑问。下面大佛讲，大爷祝福如来法身平等，便一切处无有造依故，以说自然贪以众生行先，众生行者有意义将将要有教色相不现，以是众生心要有教法身不现故，也说明佛是平等利益众生无差别。可是众生对利益不多的原因是众生比烦恼教养受差别，见不到不是佛不吐气，而是己见不到己无个福的因缘差别，走两位是大佛该法说诸佛如来法身平等，神求真果的佛果所证的法身平等平等无差别，无论哪一尊佛真多的法身都是重要平等无差别，便一切处啊，然无有造诣，便一切处无有造诣，两句说明佛跟法身平等的道理。因为法身平等就是九变于一切处无处不变啊，而佛度众生不是造诣，不是虚念头，没说哎我厉害二雷头吐苗人，我等他有二雷吐骂人，没二雷念头，都是应急事件啊，所以无造诣，没有说是一念想而累去吐阿张累去吐，没安尼，都是因众生及时间到自然显现。以说次元啊，因为按那个道理讲叫那次元啊，次元就是讲啊，其本来并无是分别，像一面镜子表面所改变，有东西了就会现，没东西了当然不现啊，跟样次元显现的意思。他以众生心相呢，众生心像江子跟啊先相样的哈，那众生心一个老夫的心门相应，就能够见到众生心者有意义将，讲众生的心体哈像一面江哎，江要有救啊，是相不相？江哎还有救念有惩罚，众人前面有色相显现。可是讲的这么多，这么多个眼睛呢，因为你讲的有教的不会实相不会现前，是因为你讲的教的不像，所以显不出来啊。以是众生心要有教啊，发生不现过，因为众生见佛不多，谈法不多，没看到佛的现象，眼睛就是假的众生心体上讲的有教呢啊，本来的心体的将体教养所杂弊，所以就没办法哈显现出佛果所开头几个应用，眼睛就是
众生心焦无尽相，所以不见佛的现前。所以有一句话讲，众生心水相，菩提样现中。心水无相啊，一个天上的念光就没现出来。那没念不很现，而是那个心水无相。因此之故啊，不平等土并无差别，差别在众生心，不没差佛啊。讲到两位位置，分片法七托像个文师讲的，同时啊，也就是论文的五胎分当中，第三解释分讲的，下面第四啊，就是解释那个修行信心分，第四修行信心分啊，这就完全对外人家出发什么人讲法，搞外人要么修行。所以前面讲的成语不容易明白，修行信心分呢、啊、就比较容易明白，该就是搞我们学佛的修行的方法。所以修行信心分呢、啊、有下次可以讲啊、哦。